喺赛事，准备好晒，黄旗举高，准备。啊，你步嘅时候咧，慢得少少，嗰只马咧，荣华黄色俾人夹一夹一，哇，撞埋一齐啊！嗰只马大眼都吸埋嚟，嗰只连连快啊，受影响有几只马喺后边嘅，我觉得前面快咧，连连快咧，里边我都系咁推骑咧，就直住个靓位咧，内栏嗰匹咧就苏登嚟噶，第三位中间位置顶峰王都跟前啲，小黄金战士啦，第五位上紧嚟咧，中间位置嗰只马就超级会员嚟嘅，再嚟过嚟马位咧，后边啲马里边内档咧，见到系大换意啦，后晒尾嗰几只马咧，见到辣得都劲啦，尾四位置系有人啦，咁啊再下电流嗰只马咧，无限赞美有钱赢啊，尾二位置咧就腾飞绝影，包晒尾俾人夹一夹，嗰只马就大包尾啫。即荣华黄星嚟嘅，啱啱过呢个800米段处啦，前面咧火头咧终于埋一栏咧，见到啲顶峰王带嚟半个马位，首遇第二位咧黄金战士嚟嘅，第三位三位嗰只马连连快咧，中间位置就系四位咧，见到系嗰匹就系超级护员啦，里面落到第五位苏登啊，再嚟过嚟马上紧啲咧，见到大玩意慢慢喺里面摄噶啦，后少少一路执紧上嚟，见到有人嚟嘅，三倍嘅大门包晒尾嗰几只马咧，无限赞美里边慢慢上咧，亦都见到咧，而家走势有钱人嚟嘅，喺晒尾咧转出开边，我当上荣华黄星包晒咪腾飞绝影，兜到嚟最后300米路程啊，走中到。呢匹冷门马咧，黄金战士咧50倍，占少少啫。里边上有超级护员嚟个，大开边个档咧，越冲越劲，其他店我辣得都劲啊，几好走势嘅，摸完摸得掂啊。最后100米路程啊，辣得都劲，中到大围占领两个马位，第二位就冷门嘅黄金战士，第三名咧，依家先上嚟有人嘅啫，个中啲上啊，辣得都劲赢，有人跑啦。第三名咧就系超级护员，第四名就黄金战士跑第四啊，李路开斋赢马，辣得都劲。都话呢只马绝对有机会啊，但系你一排位，你啊真系始终会担心，系。请问你翻嚟直路，佢冇得掂喎。黄金战士，哇，全部冷门嚟嘅，超级护员，跟住辣得都劲，系呢只热啲嘅不过你叫做咩啊？有人，超级护员似乎呢个头套真系帮到佢噶，佢喺里边啊。走入内档啊，好似难跑啲。同埋上场可能啊，又省气咗啦，刘永康啊，咪咯。上追好多噶，里边啊烂，呢个烂得都劲啊！今场换个十磅仔，不过你转弯都见到烂得劲，跑得好啊，已经外档擒上嚟噶啦。有人冇办法啦，早段太笠啊，太笠啊，佢追好多，有人开边个档跑个第二。咁佢跑翻条 Q 亦都对得你对得你住噶啦，临尾佢大热门嚟嘅，3倍嘅就有人啊。第三四名咧就近啲，不过似乎里边就占先啲啊，就系超级护员。第四名就黄金战士。嗱，苏登佢始终唔系嗰范啊，今日跟得好前噶啦，已经转弯就冇咗咯。咪咯，呢啲5倍啊，真系，唉，感情飞咯，可能有，冇办法啦。三四名近啲嘅，不如眼见啊，超级会员第三、第四名就黄金战士。哦，真系咁奇怪，嗰个太阳就系喺我哋开跑先转出嚟喺云罅嗰度。依家开始有啲烂位出嚟。呢场真系有啲步速快嘅马，好似年年快，今日想抢。点知沿途都俾人顶住两第三碟，佢唔知有冇手尾跟添啊！早段起步嗰度撞咗几只马嘅，等间睇下如果有机会睇翻长城 A 片啊！起步嗰度啊，嗰只荣华黄星俾佢撞到傻咗噶，系啊，撞到傻咗咁滞嘅，辣得都劲。呢度有少少内闪，再收正翻，斋退得噶啦。十磅仔李路。咁啊，特苏又停赛，咁啊，借啊何华伦呢位徒弟。过嚟骑一骑，咁啊益咗阿李路开斋添，真系跑得好喎！李路真系都话呢只马难跑，点知佢真系跑？难跑啊！系啊，总之你赢马点会跑得唔好嘅啫？你赢马就叻噶啦！你转弯起码都跟到一个叫做食乌位啦，上到嚟系嘛？佢都系一个骑师嚟噶，你唔好讲到佢我冇话喎，识揸车咁得。不过你。